了，周姨。那个，那啥，老丈人。老丈人，回头看看我，老丈人。可不可？咱就真真骂凉的，可好了。给老丈撕了，别摇了，老丈撕了咋整？老丈人，你先坐这，先喝一口。主要的问题是不在我这块，我是啥意见没有，我姑娘要相中了，我就随和。那得先把老丈人溜须好了。我下来第一呢，主要是先给老丈人送水啊。第二呢，我看咱姑娘短片吧，说。想找一个性子急点男孩，这点我符合、然后刚才你也说了我会做饭，而且你家是榆树的，我家是树兰的，都是乡里乡亲的、我感觉各方面我还占点优势吧、所以我想请您多关注我一下，谢谢、好好好，甜不甜了当然是，暂时我先品品，好嘞。好，谢谢钟爷，谢谢，有心呐 你看看，哎呀，这叫什么呢？相亲喝真真，哎呀，真是成功有如神呐、